小猪哥，你怎么了？爱丽丝，快，他被海盗抓走了！这船桨怎么那么沉呢？看我的佐罗掘井！嘿，那儿有个人，快把他拉进来！你看，哎，盖尔，你是什么人？艾克，是你。到底是英国来的，我的名字就你发音最准确。接下来由我单独陪你进行一段旅行社免费赠送的海盗之旅。现在只能先回去再想办法了。完了，完了，这下全都完蛋了。他们抢走了绵羊，一头也没有留下。我回去怎么跟部长交代？哦，我的前途，我的官威全都完了。切斯特先生，维京海盗就是这个样子。在北欧的语言里，维京有两种意思，一个是旅行，一个就是掠夺。啊，我的前途啊！少啊！你怎么只惦记着前途？你怎么不问问你的未婚妻在哪儿啊？ 这把剑看起来非常眼熟啊！拿着这把剑的维京人说我是女武神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切，这个你问我就问对了。据史料记载，在维京神话中啊，女武神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女战士，她在战争中不请自来，决定战士的生存或者死亡，然后呢，将死去的灵魂送往天堂。啊，这是飞船来了吗？来了。 爷从来最守时，谢天谢地，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艾克呢？还有那个美女呢？待会儿再跟你解释。小诸葛正在想办法找到海盗的老巢，这样就能救出他们了。怎么又出这样的事情啊？果然这不是第一次了，太忽悠人了。其实你们一点都不靠谱，这是严重的外交事件，我要索赔。 小诸葛，我知道海盗的老巢在哪里了。线索就是这把哈佛蛋的剑，根据考古发现，这把剑是在丹麦西海岸一座维京海盗首领的墓穴中被发现的。准确的说呢，就在这儿。你的意思是，那里就是海盗的老巢？没错，这就是那个海盗的首领。哎，有点像和我交过手的维京人，就是老了一点。你遇到的可能是他年轻的时候吧。 这个首领啊，名叫哈佛蛋。你太有才了，小诸葛，那个人就叫哈佛蛋。干得漂亮，小诸葛，我们准备再次出发吧。队长，他们回来了！ 听我说，这里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不要说话。我要见你的头儿，他在哪儿？你是什么人？凭什么要见我？我说你算老几啊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东方的王子，我来自遥远的东方之都，那里遍地黄金，非常富有。看他的手，确实不像个做粗活的。这位大侠还真识货，这用的是法式美甲护理。 如果你们善待我和我的妹妹，你们会得到一笔巨额的奖金。嗯，说话这么奇怪，我才不会相信你。去，给我干活去！快走，走，走！你的剑呢，哈夫丹？之前战斗的时候，我弄丢了。蠢货！对一个维京男人来说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他的剑。没有一个维京人可以把他的剑给弄丢，除非他断了胳膊。 但我遇到的对手是女武神啊，头！女武神，你过来，你来管羊。不要，这次就因为养羊我才这么倒霉的。不想管羊，那就给我滚出去！多谢照顾啊！嗨，嗨，嗯。
这大婶什么意思啊？爸爸，有人爱上我了！不，我不要去！你们这是绑架！我要通过外交部向你们的消协投诉！快出去！你这个难缠的家伙！快点，切斯特，时光号要走了，你会被两个空间扯碎的！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！去吧。三小时后在海上见。他敢打我，这是严重的外交事件，我一定要投诉。他救了你的命，别磨蹭了，我们只有三个小时去营救 Echo 和爱丽丝。作为英国绅士，这个时候应该表现得英勇一点，为了拯救未婚妻，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我不去，本来就应该你们去救他。你们这个态度，我会通过外交部提出严正抗议。我就等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嘿，哈佛蛋，要不要我们送你回家？万一你又被女武神给偷袭了呢？爸爸，求求你答应我吧。这也太快了，你们认识才没几天。小姐年纪也不小了，而且她又……总之，这样的机会还是要抓住为好啊！求求你了，爸爸。好吧，去把那个东方王子给带来。我看到 Echo 了，两个维京人压着他。等等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还没来得及和我父王写信呢。相信我，他一定会拿出一大笔赎金的。胡说什么，快走走。不知道爱丽丝在哪儿。喂，码头就在那儿。哎，有两艘木质的小船，只需两个人就可以划得动啊。打住，你负责投船接应我们，切斯特负责找爱丽丝，我去救 Echo。 走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废话，你们都亲过了，必须结婚。可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还得问一下我父王的意见。您知道的，王室的婚姻可不能那么随便的啊。我同意不就行了？娶我的女儿是你的福分。哦，华师养在这儿，太好了，我的前途又有希望了。是太好了，你来的正好。走，以水神、火神、天神、地神的名义，以所有阿斯加诸神的名义，这对男女的结合在这里得到公正，祝福他们吧！祝福他们！祝福他们！太靠谱了！警察！哦不！哈夫丹，你居然敢搅乱我女儿的婚礼！这是谁？我和女武神战斗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在场，他可以证明我没撒谎，是女武神抢了我的剑。我说，我全都说，那不是女武神，她叫严厉，她在上海时空旅行社工作，还有她，他们是一起的。你不是来自东方的王子吗？他们还有一个人叫诸葛天晓，他偷你们的小船去了，还有他是我的未婚妻。我们不是一般的人，我们是受到农业部长亲自指派的，如果你们不放我们走，那就是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。什么意思？他撒谎！我要求由哈哈娜来审判。我也要，我要知道我丈夫的真实身份。别怕，是我，船到手了。其他人呢？小诸葛，哈哈娜是谁啊？是维京人崇拜的审判女神。不行，必须马上行动。这是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启动传说计划。谁都骗不了哈哈娜，说真话的人会幸存下来，没说真话的人会被淹死，会被螃蟹吃掉。这是严重的外交事件。我这样的主角脸怎么和大婶结婚啊？哈弗蛋，我把你的剑带来了，快过来跟我战斗。就是她，女武神。
齐斯特，你，我亲爱的丈夫，你别过来啊！快快看呐，他真的是女武士啊！我难道哈弗丹说的是真的？对呀，太漂亮了，是真的。再来一次战斗吧，哈弗丹！拿上我的剑，为你的荣誉而战！歇歇头，行。其实不管你是王子还是其他的，我都非常爱你。说真话，亲爱的，你爱我。我的真话就是，长得难看不是你的错，但跑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什么？谢天谢地，我还以为我们要死在这儿了。我们旅行社的宗旨就是一个都不能少。真的是女武神，好厉害！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哎呀，神呐！是啊，哈弗丹，这才是属于你的剑，千万别再弄丢了。好冷啊！怎么掉下去了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的新婚丈夫逃跑了，快去抓住他！眼力可千万别迟到啊！哦，可爱的华氏羊，我抓的，这下你能交差了吧？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羊了。哎呦！大家好，都到齐了吗？一个都不少，时光号应该快到了。用点劲儿 ，Echo。我刚受到了这么大的创伤，请你理解我。看呐，回来吧，亲爱的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不是那个丑八怪，快滑，快快滑啊！别走，亲爱的，等等我。看，时光号到了。快一点啊，你们快跟上啊。抓紧时间，帕爷，要不 Echo 就要被他老婆抢回去了。什么？ Echo 在这攀上亲了？是谁这么大魅力？一定是个大美人。你们看到那光了吗？天哪，那是什么？是女武神吗？是啊，你怎么认识的？我一个人丢下。为什么不想嫁给我了？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你爱娶谁娶谁。也许华氏羊是个不错的对象，我们走。嗯。啊。对，我是世纪交友的白金会员。喂，你干什么呀，艳丽？还给我！抱歉，小姐 ，Echo 已经结婚了，昨天刚结的，不再适合交友平台了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，艳丽，我会被上黑名单的。所有的交友网站都不会接受我的。怎么了，社长？一个在过去结了婚的人，他的婚姻在现代有效吗？当然有效，只要你不好好读《时空旅行法》的，仔细读吧。还有，以后做人要低调点。长得帅有错呀。